Hello，各位小伙伴。那么上节课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这个项目智能家居的一些概念以及我们项目的搭建过程。那么从这节课开始，我们来具体的实施我们的项目。那首先我们来看我们项目的第一个步骤。第一个，我把这个弄成一个液晶屏的显示。那为什么要弄液晶屏的显示呢？因为整个在我们项目过程中呢，很多数据都要靠我们的液晶屏来显示出来，所以我们第一步还是先把液晶屏给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再加一点新的内容。我们来看第一个知识点，首先来回顾一下驱动啊，因为后面我们所有的界面搭建起来都要依靠液晶屏这个驱动，所以你要对驱动了如指掌，这样你才能进行后面这个界面的操作。那么我们回顾驱动的时候，要掌握液晶屏的驱动，还有它的触摸驱动。第二个任务呢，是要修改数据的保存位置。我们知道了，我们用的这个屏幕呢，它是一个电阻屏，电阻屏呢需要校准，那么校准出来的数据需要保存到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官方的这个历程里边呢，保存在一个 ATR4C24 好像是一个 EPROM 里边。那但是我们这个开发板它是没有这个 EPROM 的，所以你不能保存在那儿，你要保存在我们的 Flash 里边。我们开发板上面带了一个存储器 W25Q16 存 Flash， 我们要修改一下这个数据保存位置，把它保存在 Flash 里边。第三个任务是我们要简单的做下一个触摸区域的识别。我们将来做出来这个项目呢，有一个液晶屏，那么这屏幕上显示一些东西，我们可以触摸，然后进行一些相应的操作。那有人可能会说，触摸你是不是多此一举的？我们这个板子上有按钮是吧？那么按钮呢，一个是因为这按钮按的次数多了，可能就不灵敏了，尽量少按。还有一个问题，这按钮太少了，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的。你做着做着，你就会发现这按钮呢有其他的用处。那既然我们屏幕可以触摸，所以我们就抛弃按钮，直接触摸就 OK 了。那首先我们来看 LCD 的驱动。那么如果你翻开 LCD 驱动呢，你首先要看它的头文件。那我们来看人家写的代码，我们怎么看啊？找到 LCD 这一块，那么首先要打开头文件，顺着头文件去往下来读。这头文件比较大，我就不带领大家一个一个读了。大家之前已经学过了 LCD 如何驱动的。那在这个头文件里面，我截取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首先是它定的一个结构体，那么这个结构体里边包含了 LCD 的信息，比如说前面两个最主要的宽和高，也是它的像素点。下面第三个是它的 ID。我们这个屏幕呢，我用的这个是9341的，好像有的人可能是9320的等等。那么有 ID， 我们不知道呢，不同的 ID 它驱动代码是不一样的。再往下这个 DIR， 这是一个横竖屏切换，可以横屏的，也可以竖屏的。下面这是一个写命，还有个坐标的设置。那么我们的项目里边用的最多的还是这个宽和高，因为整个这个界面设计过程中，你不能超出它的宽和高，超出去呢肯定是不能显示的。然后捎带的有几个变量比较重要，第一个呢是 point color， 这是我们画笔的颜色。那我们在屏幕上可能画一个方框啊，或者写一个字儿，那么整个这个过程都要用到画笔。那么画笔它有颜色，你要用哪种颜色的字体？说白了，第二个变量呢是一个 back color， 那么这个 back color 是一个背景色，这个背景色呢不是整个屏幕的背景，是你写字的那块区域的背景。那比如说我在看这个课件这个小圆圈这块，那么这个椭圆驱动回顾这块呢，驱动是白色的字段，那么它有自己的背景，然后整体还有个大背景。那我们这里边这个 back color 呢是字体显示的背景啊，就它这一块对吧？那么现在这个 back color 它的背景是黑色的对吧？被我圈起来了。这个背景色待会儿我们会用到啊。那下面是这个上面这个结构体实现的一个变量。那操作起来它的函数就要有，第一个是初始化，那初始化完成了许许多多的操作，基本上调用完这个函数，你就可以使用你这个液晶屏了。第二个是 SourceString， 那这个函数呢是用来显示一串字符串的，也是用的最多的。初始化完了以后，基本会用这个函数去在某个地方打一个字符串，来显示一些信息。比如说我们将来要做一个菜单的，那么菜单肯定上面有字儿的。那这个函数有这么几个参数，首先前两个 xy 这是起点坐标，就是你的字儿从哪开始写。那中间这两个
一个宽度，一个高度，也是你写字的区域啊，你只能在某一块区域去写字。后面两个这个，一个是字体的大小，我们字体呢，有 n 个号，比如说我这里边字体也有 n 个号大小，对吧？最后一个是你要显示字符串。下面还有一个我们会用到的是 draw line， 画一条直线。因为我们做菜单的时候，为了区分呢，可能在菜单中间会加一条直线。最后一个是一个清屏函数，当然这个也用的非常多的。我们想让屏幕清空，当然使用清屏，而且它传了一个参数，这个是屏幕的背景，大屏幕的背景。OK， 那上面呢是 LCD 的驱动。那我列出来的这些东西呢，你一定要记住啊，因为我们敲代码或者回顾代码的时候，主要用的就是这几个变量或这几个函数。下面我们看触摸屏。那触摸屏呢，首先它也是有一个结构体。那在这里边我们用到的上面是最主要的，第一个初始化，这很明显是一个指针，对吧？那这个指针指向一个函数。初始化完成以后，我们有个触摸扫描。那么如何知道你触摸了屏幕？当然调用这个 scan 函数判断一下你有没有触摸扫描。第三个是校准。那么头一次运行的时候，一般都会校准这个屏幕，这个只限于电阻屏啊。那我们这个屏幕就是电阻屏的，电容屏大家都知道是不需要校准的。下面是两个数组，这个 x y 一看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坐标，是吧？那么针对我们这个电阻屏呢，用这个数组的0号来表示当前的按钮的坐标，也你当前触摸了哪个点，最后产生一个坐标。那我们通过这个坐标来知道我们触摸了哪个区域，对吧？下面这是一个 stator。这个是触摸的这个笔的状态，也有没有按下，按下了还是抬起来的。那按下了会有什么操作，抬起来了就松改，又有什么操作。下面四个参数校准参数，那么这四个呢一般我们用不着，对吧？除了第一次校准以外，后面就用不着了。下面还有个屏幕的类型，电容屏还是电阻屏，那么用的比较多的还是上面这几个。衍生出来一个变量，这就是它的这个设备的变量，这个变量里边呢包含了这些东西，这个变量是一个结构体。那么它用到了一些函数，那这个顺序我写反了，当然最主要还是一个初始化构成，第一个初始化，第二个是一个屏幕的扫描，那么上面这三个呢是一个数据的校准过程，这个第一次会用到或者偶尔哪天你想用的就会用到，一般呢我们用不到这三个函数。那我们回顾完整个 LCD 还有触摸屏的驱动，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微调。那在微调的时候，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个触摸屏的驱动啊。那我们触摸屏驱动，我们在这个校准参数这块，首先这有一个保存的校准参数的。那么第一次运行的时候，你会保存个校准参数。我们知道触摸屏呢必须校准，那么这个参数保存在哪儿？那官方的历程是中间这块代码很明显它是用的 AT24C 什么什么，对吧？用的一个 EEPROM， 但是在你的开发板上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对照的这一段信息来做一个修改啊。那修改起来其实非常简单，正好做这个项目，那我们代码不可能是我们一个一个敲出来的，绝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去修改别人的驱动，对吧？很多驱动别人已经做好了，我们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驱动一下，修改一下。那么上面是人家的用一个 EEPROM 来存储你的数据，那我们的开发板用的是一个 W25Q16，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保存这个数据的时候要用下面这种方式。至于这个 if else，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的，如果你定义了这个 AT24C 什么，也就是如果有这个芯片，那你会上面会看到这个 define， 我们来看这块，大家注意看 define AT24C++0，那么零就是没有，对吧？一就是有。那翻回来我们再看这个 if， 如果这是一，那就是执行这一段代码，这你就不用改了，是吧？那么如果这是零的话，你需要修改一下执行下面这段代码。那么上下两段代码它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大家看注释也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它写起来长度不一样的。那我人家这个 AT24C 写数据的时候非常的简单，一句话写一个，一句话写一个。那么到我们 W25Q16 里边写的时候比较复杂，我们知道 W25Q16 一次只能写一个，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我帮大家分析一下 OK。首先来看第一个 write lamb byte。老师，你可以不用熟悉这个 ATRC 驱动啊，我们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写了一个东西，这个是个地址对吧 ？save addr base 地址 ，temp 就是你要保存的变量，然后这是长度，写了四个字节。那我们如何把四个字节写到的我们的 flash 芯片里边 ？W25Q16， 它一次只能写一个。那如果你要一次性写四个字节，这个时候就麻烦了。那我们知道这个 temp 变量它其实就是四个字节的，对吧？那如何去写它？分成四步。一个32位的变量就是四个字节，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的写就 OK 了，对吧？当然，先写高位还是先写低位，由你自己来选择。我这里边先写的是高位。我们先来读这一段代码。当然，第一步还是取到了你的 temp， 然后我们开始保存 temp。首先把 temp 又124位，然后得到了一个变量，然后把这个变量给写进去了。然后接着又116位，又做了一个处理，大家看写了4次吧。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其实是一个数字电路那、或者 C 语言里面最基础的知识。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变量是四个字节的变量 ，OK， 大家看这个图纸啊，我把这四个字节按高到低1234，那这组成一个32位变量对吧？那如果你要保存到你的 Flash 芯片里边。我先保存最高位，那么最高这个字节如何保存啊？把它左124位，我们看这个变量左124位以后，那么下面这三个字节就丢了，对吧？234就丢了，剩下字节一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 W25Q16 一写就写进去了，正好一次写一个。那么如果你想写第二个字节怎么办？又余16位啊，又余16位，那三和四就丢了，剩下了一和二，对吧？那这时候长度还有点大。如何把二取出来？我们来一个与操作，与上零叉00FF， 那么00FF 一与它，是不是把字节一就给丢了，对吧？然后就剩下了字节二。那么同样的，我们来看第三个字节，首先左18位，剩下的123，然后把12消掉，那么用一个与0000FF， 那就剩下了第三个字节。那么最后第四个字节就不用移动了，我们与一个更多的零，对吧？把123字节就消掉了，那最终的结果就剩下1234这四个字节，然后在中间呢，我们穿插一个写操作 W25Q16 write 对吧？在这儿有一个 write， 那么在这儿又有一个 write 对吧？然后这儿又有一个 write 四次就 OK 了。那所以这段代码大家分析起来其实还是比较简单啊，移动然后取出了某个字节。当然这个时候你需要注意啊，你是先保存的高位还是低位啊，这有顺序的。我们分析完一个写数据，那后面就不用我帮大家分析了对吧？如何取出某一个字节，写的时候就要注意地址一直在加对吧，不能把地址给弄错了，因为你写完以后这块就被浪费掉了，所以地址一直在往后加，加到几呢？13对吧？那你看它上面这个地址是不是也加到了13了对吧？这是相互呼应的，大家写的时候对照的上面这个，然后把下面这个用 W25Q16 来写出来。那这是一个保存的过程，那保存完了还有个读取的过程。我们看它的读取，那么读取其实我也是用一个if else 这个，通过红定义来做一个操作，具体执行的一段代码。那么读的时候效果是差不多的。读出一个字节，然后我们怎么样把四个字节组成一个数，大家看得到 x， 我们知道刚才你保存 x 的时候是四次对吧，那么读的时候读四次，读完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或操作变成了一个32位的数。那么读的过程中有一点需要注意啊，你先保存的高位对吧，所以你要先读高位，这一点要注意啊，先保存高位你就读高位，那如果你先保存的低位你就读低位，这个是比较灵活的，由你自己来操作。OK， 那么关于这个冲温屏的驱动呢，我们就改了这一块啊，校准数据的过程，把它保存在某个地方，通过一个 if else 的判断，
来增加一个 WRQ16 的读取和写入的过程。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任务，我们还有我们的课件，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识别一个触摸的区域。那么这个触摸的区域非常好识别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在主函数里边我实现了一个触摸区，那么上面初始化就不用看了，各种类型的初始化，注意这里边要把 WR5Q16 来初始化，因为我们这里边用它保存数据，所以你要先把它初始化，然后才能进行一个触摸屏的操作，对吧？把触摸屏操作了，中间这两句就略过了，这是一个 LCD 显示过程。下面这是一个官方带的历程啊，这个历程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么第一个是一个按钮的扫描，那么这个按钮的作用是什么？强制进行一个校准。如果你发现屏幕不太对劲了，我非要校准的话，那可以通过一个按钮来强制校准。那么第二个就是一个扫描触摸屏的过程。扫描完你的触摸屏呢，你会得到一个坐标。那么这个坐标保存在哪里？我们再翻回来看我们刚才回顾的驱动，坐标保存在这儿，对吧？一个 X 数组，一个 Y 数组，在这个结构体里边，而且呢是用0号代表当前的坐标。那我们看我们的代码里边是不是0号啊？上面首先有个判断，是不是按下了，对吧？那么扫描过程中会返回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呢是按下，一种是松开。那么当我们按下的时候是什么样，松开又是什么样，我们看一种就 OK 了。来看按下的时候，首先按下了要判断你的坐标。那么这个坐标是如何判断的？首先你要知道坐标在哪儿，对吧？在这个结构体的数组 X0 里边还有 Y0 里边。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如何判断，比如说我在这个，大家看这个图，在这个长方形区那写了个12345678，对吧？那如何判断你按了这个长方形？不只是12345678啊，中间会边上有些空白，对吧？我们不可能字紧紧的被包围起来的，是有一定的空白的，这样比较好看。那如何判断你按下了整个这个区域？首先我们知道在写这个字符串的时候有起始坐标，对吧？ XY， 然后还有区域的宽度和高度。那所以我们这个触摸点假如点到鼠标这一块，对吧？点这儿了，那么这个点满足什么要求？首先它的坐标是不大于 X， 横坐标大于 X 吧，那么纵坐标是不大于 Y 的，对吧？然后它小于谁？那么小于的是 X 加宽度，对吧？小于 X 加宽度。那 Y 呢？ Y 是小于 Y 加高度，对吧？这块看小于这个高度。那其实计算这个区域是非常简单的，主要是我们能提取出来这个参数在哪块，对吧？我们需要这四个参数 X、Y、宽高，那这四个参数在哪儿？我们看 LCD 收视镜是不是已经带了这四个参数了，前面这四个就是，对吧？那么后面这个这是个字体的大小，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判断， X 要小于多少？30加上宽度，对吧？112要142了。Y 应该小于多少？50加16有66，对吧？然后 X 还应该大于30， Y 应该大于50，对吧？所以这里边用 if 做了一个判断，判断完了以后，如果真的满足了要求，说明点到了你要的区域，对吧？那么点到了你要的区域应该干什么？我们想想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时候，如果你点了某个区域，是否背景色发生变化了？明显的背景色变化了。所以在这里边我也做了一个操作back color， 那么这个 back color 就是这个区域的背景色发生的一个变化。变化完以后，我重新来写这个数组。那么重写完以后，你会发现呢，字是没变，但它的背景变了，对吧？当然，如果你想改变它的字，也完全可以。那如果你松开了以后呢？松开了以后，你要把背景再弹回来原来的样子，它默认是白的，对吧？然后重新打这个字，那这个时候呢，就实现一个触摸的过程。OK， 那我们编译一下，来下到我们的开发板里边测试一下。首先呢，我们来测试这个地方啊 ，AD20C:20。那么现在我们来定义一个一，那么如果产生的这个一的话，我们知道这是默认的官方的样子。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数据没法保存，每一次启动的时候它都要求你校准，对吧？因为这个芯片压根不存在。那我们来编译一下。那么我在这里边再稍微补充一点知识啊。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编译好的代码下载到我们的开发板里边？第一种方法是比较通用的一个，用我们这个 GFlash 第三方工具，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会用。那么这个首先我们从 option 里边来设置一个 device， 你的 CPU 是什么，选好了选对 CPU。 然后在这个 target 这一块我们选 SWD， 因为我们这个下载其实默认的是这种方式啊，选对的下载方式你才能下载。然后从 file 里边 open data 就可以了，打开一个 data， 我们这里边是一个16进制的 OK。 打开以后从 target 里边我们直接 auto 就把它下载进去了。那这个软件是比较好用的啊。那今天我用的是我们 Qt 自带的这个 debug。 那首先在如果你想用这个 debug 啊，我们要把它下载到我们的开发板里边，第一步给大家介绍一下，选中我们这个项目 OK， 看鼠标左边对吧，选中项目，右键 option。 那么在 option 里边我们敲 debug 这个标签，这里边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模拟器的，第二个是真实的一个 jlink 或者 jtag。 很明显我们现在是一个真实的，不是模拟对吧，所以你要选第二个对这块，然后选对你的器件，我们用的是 jlink。 然后再 setting 一下，设置一下。那么设置的时候首先看这块啊，这块我们选 SW 这儿。那么选好 SW 会弹出它相应的器件一些信息，然后我们再看上面这个标签第三个 flash。 那么 flash 里边呢我们要添加一个 add， 选这个512的。这个512是因为我们的芯片是这么大啊，选对你的芯片就行了，512的，然后 OK。 大家记住这个过程怎么做。这个时候我们再点这个 debug， 你就会看到你的程序可以下载到这个开发板里边，而且呢这个是可以进行在线调试的，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也那在这个项目里边我们下载呢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下载程序的。OK， 我已经将这个代码下载了，那我们来重启一下。大家看我这个摄像头这块啊，首先要求校准对吧，我校准一下。OK， 校准完了，大家看写出来我们的数字，那我们点这个触摸区域啊。大家看我点了以后背景色发生变化，我抬起来没有了对吧，那我点其他地方都没有反应对吧，没有反应就是因为我对坐标做了一个判断。 OK， 大家看到效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定义了一个 ADR10C++， 默认的有这个一方 PROM。 那我们重启一下，大家看重启还要求校准。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如果你之前读过这个触摸屏的代码，你就会知道它校准的时候呢第一次是要求校准，那么以后呢它就不会校准了，因为它可以读以前的数据对吧，把以前的数据读出来就没有必要再校准了。或者你以前玩过触摸屏的手机，你也会知道第一次会校准，以后呢不需要了，因为它把数据保存起来了。那么现在我们修改一下代码，把它切换成一个保存在 flash 里边，看看什么样子的。OK， 我已经把代码修改完以后重新编译放到我们的开发板里边，那我们重启一下。大家看到重启以后不要求我校准，这是因为之前我写过代码了，然后校准过一次。那么我们在这个代码里边按一个按钮，那会强制校准对吧，我们来强制校准一下。校准错了。OK， 校准完了。
那我们再看能不能触摸，触摸以后大家会发现背景是有发生的一个变化，对吧？然后我们继续重启一下。OK， 大家看到它直接弹到这个界面，不要求校准了。这个证明我们已经把校准过的数据保存到了 W25Q16 里边，而且我们的代码是正确的。OK， 我们来回到我们的课件。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虽然是比较旧的内容，但给大家回顾呢是有原因的，因为下面的内容呢跟这节课内容关系相当的大。你要制作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界面，那么对 LCD 它的初始化函数还有它内部的一些变量要有详细的了解，还有我们要使用一个触摸的功能，那么如何找到你的触摸点啊，这个也要求你熟练的掌握了，要不然我写下面代码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我在写什么东西，对吧？为什么要写这个。那么其实这节课的内容呢是非常简单的，只是用了一下 W25Q16 回顾了一下，对吧？然后稍微的做了一个判断，产生了一个轻微的触摸功能，希望大家把这一段代码自己来完成一下。